邓伦被马思纯按着化妆笑出双下巴。接着马思纯的反应，我吃醋了，邓伦和马思纯在一起拍的电视剧真的很好看呀，不知道大家看了没呢。他们俩本来看着没有什么 CP 感，更像是好兄弟的感觉，但是在看了剧之后发现他们俩的默契是真的高，而且都是演技派。在最新放出来的花絮当中，马思纯要根据剧情为邓伦化妆，直接按着就开始画腮红，结果下手太重了，直接变成了猴屁股，而邓伦对此一无所知，